老爷子，这回有个准主意了吗？啊，不成不成啊！我现在啊，就是一个字儿乱。可以理解，这一晚上啊，看这么多漂亮姑娘，搁谁也得有点乱。啊，不是那个意思啊！啊，你说这个女孩真的要到了我们家，那我们的家的关系啊，可就复杂了。这怎么会呢？你看啊，啊，哎，你看她跟我这个儿子的关系，那就 是夫妻关系。哎，你看。啊，跟我老伴儿的关系呢？婆媳关系啊，将来他们再有了孩子呢，就多个子女关系，这一点都不乱。哪个关系处理不好啊，那都会出问题。那倒是。我说崔永元啊，总算记住了这个 啊。下一期的实话实说，我看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。讨论这个问题啊？怎么啊？你不同意啊？同意。好，同意同意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商量啊。这回啊。我给你当当参谋，把把关啊！给我参谋上了。妈，妈！老祖宗留下。一句话，家和万事兴，万事兴，齐贤复兴旺，母慈儿孝。